他下这种赛道啊，他就是速度也很快，然后加速切背的感觉，就是一定很强，就是会一直好。那觉得怎么做？做的是还感觉，他其实很刺激啦，就是他一开始他加速中就是会切，然后在晚上休息那时候就是你会很紧张，你会很就是会想要抓，因为你会觉得你的人会被甩出去。对，然后中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中环，这样子甩过来甩过去，那边比较好，就是觉得说你整个就是你就是在飘，对，你会不觉得你在车上，你会觉得你就是真的是在坐船，就是很飘，你不会觉得你在飞机上，对啊。那你觉得就是滴滴办上跟你的这个活动，你觉得感觉会让你会更喜欢这一块汽车这一块？会啊，就是我还蛮鼓励很多人来参加这个啊，就是不管是试乘或者是说来学车，我也都喜欢。